Hello， 大家好，我是贵州幺妹，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幺妹要跟着我的姐妹们去吃早午餐，这是我第一次吃早午餐哦。第一间没有开门，这是第二间也没有开门。现在呢，我们要前往第三间，那希望第三间有开门吧。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两家都没有开，现在我们来到这里是第三间了，那现在我们准备进去点餐咯。哎，我第一次看到早午餐居然卖的就是怎么说呢，哎，我刚想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我想这里有对，还有青酱意大利面。对，要不要拍我人啊？我要拍，我要偷拍。你在看到会打死我。我就检举你。嗯，打死我。台湾不敢打死你。说台湾会有一些你个人去拍人家店里面跟人家，人家会。对呀、啊。对。对。我会检举你。对呀、啊。我会打死你，打死你。没办法，没钱，检举你，我有钱。说一句神经病，30万没。就是我听他们说。就是他们说那一个什么干一年那种，那一个字就只8万块钱了。神经病也不能讲啊！神经病也不能讲了。小锅跟我娘那个香水，薯条的那个，没有这么多青菜嘞。嗯。没有，因为我想说减肥嘛，我这两天我一定要瘦。两天哪能瘦啊？我今天早上起来偷吃了一点。哎，你怎么瘦了？你脸怎么看？吃什么了？我昨天中午吃的麦当劳呢。我跟你说，我有早餐就吃的豆腐嘛，但是早上我吃完豆腐就长了一斤多。豆腐？为什么豆腐也一斤多？我不知道。我是啊，因为我昨天吃了那么多豆腐，因为前天早上我是102.几，然后我吃完我就变成103.4。哪一天？这个叫做肉桂粉的卡布奇诺，可是你失恋了，我忘记名字。好，这是美式咖啡，这个是拿铁。哎，拿铁的花是不一样。然后我们三个花都不一样。对。哎，对哈，我们三个花都不一样。在一个季老师家玩，他家种了很多花，然后他也在教别人插花什么的，浇花这一些，然后他还送了我这个纸做的，对，好厉害啊！他说我不要，他说哥哥你有养，我来玩一下就好了，不要他养，他也没耐心，他也不要来问。3分钟热度，啊，上面还有一只啊。我来这边玩，然后这个季老师送了我这个花叫长寿花，然后这个男子很可爱。台湾的河粉，粿条，河啊豆腐第一次看到。有啊，这个有点像小炒肉。这边啊，这个汤面啊，它这个有没有生产的？台湾有。三芹菜，水莲，水莲哦，水莲哦，冒气劲儿，跟重庆的还是有差别的，不轻的，那也是这种干辣椒，尝看，有点烫是哈，嗯，但不会很辣，对不对？嗯，
刚好，丝瓜炒蛤蟆，哇，这么多好料，有那个什么鸡肉，还有药，还有那个冰捞出来照吗？还是不用？牛蒡啊，对，牛蒡，客家有啊，切片泡茶嘞，有，都切丝吗？没有，哎，没有啦，我没有见过牛蒡切丝。牛蒡切丝是怎样？用来煮，泡茶。还有你吗？好 ，OK。二、四、六、八、九个菜。十个。哇，这个没得。嗯，二十块真的好吃啊。嗯。找一个科学面，这个是我喜欢吃的。我看一下，好像还有这个味道，不知道怎么样。王子面，就拿这两包好了。今天吃这一个全家里面的这个四川风味的麻婆豆腐，快板，好香啊！我来吃看看是不是有那种就是很正味的麻婆豆腐的味道，扑鼻而来。打开之后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上面有隔起来，上面是白米饭就没有了，这样就卖89块钱。这个要这样倒在上面拌起来才好吃哦，感觉有一点偏甜哦。今天我们中午吃什么呢？就是吃这个了。大家好，我是贵州杨梅，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还买了一个东西，就是刚刚头给你们看的科学面，还有一个是王子面。今天呢，我要把这两个，等一下这一个吃完之后呢，再吃一包就好了。然后另外一包，等一下饿的时候再吃。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很多就是朋友们的儿时的回忆呢？这可是应该很多小朋友爱吃的吧，尤其是小时候的时候。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有吃这个，但是我们吃的不是这么小一包，然后呢是叫做方便面，然后就把它搓一搓就可以吃了。好了，我要开动了。麻婆豆腐，这个麻婆豆腐的香味做的有比较像，但是不知道口感怎么样。刚刚我舔了一下，就是也不是舔一下，就是就尝了一点点，感觉就是它有一点凤弹的感觉。其实在就是以前我的记忆里，我们老家做饭是不爱凤弹的，然后四川那边的话喜欢凤弹。好，现在开始吃咯，就这样拌一拌，要再拌在里面吃才好吃。我太懒了，我本来想说不太想出去，然后呢坤哥呢就叫我说，哎呀出去走走，然后出去今天外面真的好冷哦，我穿这样出去我就感觉有点冷的。就是有一点甜，然后过后就是有点辣，有点麻，里面有一点肉末，还有葱香味儿，其实味道做的还不错了。只不过就是跟我想象中就是那个甜蛮特别，因为我不太喜欢加甜的嘛，所以说这个就是先甜后辣后麻这样子。我改天自己做，如果我有那个花椒的话，
所以我不知道哪里可以买花椒。只是麻婆豆腐做起来很简单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我省也启用新版预测、新版预检分诊健康申报和电子赔付证，患者及陪同人员前往医院时，请提前登录月刊，通微信小程序，如实申报个人信息，健康申报卡24小时内有效。嗯，这个真的有麻麻的感觉哦，真的有麻麻的感觉。唯一就是要是没有那个甜就好了，那个甜我就吃不习惯。不过他这样做的话，台湾人应该还是比较好，觉得还可以，因为完全没有甜的话，应该是受不了吧。改良的麻婆豆腐，因为这个豆腐太甜了，麻味真的可以。吃完了，开箱这个，要这样，我是这样子吃的。吃这个科学面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吃的啊，给你们寻找，不要走过来。然后我们是这样子吃的，就是这样。好，然后开的时候呢，我是这样，就是要这样子开。开了之后，把那一包佐料找出来，这一包。好，调味粉，好，准备开始下佐料咯。你们这一个里面的葱太少了，我们小时候那个葱它比较放的比较多。重来，刚刚那个洞撕的不够大，出不来，知道吧？现在把它这样撒进去，好，这样捏着。咬，你们是不是这样吃的？啊？没吃过。你没吃过？你们小时候不是这样咬的？没钱买。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吃的呀？跟我吃法一样的，打在留言区哦。好了，看一下。好，然后就是小朋友，这个太大块了，再把咪一点，不然的话一下就吃完了。然后就小朋友，你一口我一口，小时候就这样的，我都买不起这个熊。然后怎么办呢？我就帮同学做作业，然后他就请我吃，不是整包哦，就是这样一包，然后这样一包，然后你一点我一点，最后剩到一点点的时候给你，然后我就带回去慢慢吃这样。小时候真的觉得吃这个，我们叫干脆面，我们小时候叫干脆面，基本上小时候这个没有说拿来泡那个泡面吃，
后来是因为出来然后工作的时候才知道说泡面来泡来吃，然后我们一开始出来的时候然后也是这样吃，然后到后面就看到同事他们都是就做泡面才知道说哎，那个是泡面来的，但是后来那个泡面跟这个吃起来口感不一样，因为干脆面的话它比较脆，然后那个泡面的话它比较怎么说比较硬，然后我们有时候吃到后面的时候就这样，有没有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样，然后真的吃到后面把这个袋子把它撕开，撕开之后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然后这样子舔，因为太好吃了。大家如果还有儿时的零食可以打在留言区哦，我昨天那一只蹦蹦饼还没吃呢，等一下吃。你这吃是算是垃圾食品吗？垃圾食品。老公你把那个撕一张纸给我嘞。你听到我说话没有？你撕一张纸给我，你没听到我说话？撕一张纸给我，你那是你自己用过了，要罢工了，我们家坤哥要像那个台铁一样罢工了，真的。我没想到台湾这边的台铁然后员工可以集体罢工，好夸张啊，双倍工资也不要了，反正就是要罢工。在我们那边好像没有这样子啊，一般企业会罢工是什么时候罢工呢？拿不到工资的时候才罢工，而台湾这边不是哦，台湾这边是就是有一个什么工会嘛对吧，然后他们是想抗议然后集体罢工，双倍工资也不要了，差别好大啊，一个是拿不到工资而罢工，一个是有双倍工资罢工，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很难想象对不对。主要是两岸的人民想法不一样，应该属于说是想法不一样吧，有的是你们台湾那边是为了争取自己的福利然后可以团结起来一起罢工，我们那边不是有钱就有钱我也不罢工也不是说每个反正就是集体罢工这一事的话呢，就是拿不到工资的时候才罢工的。好了，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喜欢幺妹的视频，记得给幺妹来个赞、点赞、分享、订阅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